我们啊去年也是有做 customer day， 然后before that 四月头说哇追老师你要看不进我哇哇哎哇哎有办法啦，在这时候我们就把之前老师的教那些种种方法啊，这样放下去加一些小技巧，这样然后去年是做啊400多K 的 sales， 今年是做了1.95M 的 sales。